分は上手。各位同学早晨，各位同学早晨。喂，你知唔知道你成晚喺度 record 住你自己瞓觉啊？起身啊！喂，你喺度翻工啊？系啊。做家务啊，睇屋企立立乱而家。真系好心你啦，自己读唔成书啊，都出去搵份工啦，废人。这几点是我要你上堂 follow 的 rules， 有没有问题？至于功课方面，在我入嚟之前，唔该所有功课簿摆晒喺呢度，我见唔到就等于 late submission。最尾嗰行嘅同学，你做咩化板？我想问我系咪入错学校呢？呢一间明明是一间 band one 嘅学校，点解连尊重老师都做唔到嘅咧？你一系企喺課室後面，一系我就打俾你家長，你自己選擇。有冇問題？嗱，記住啊，唔讀書就等於冇前途，冇前途就乜都做唔到。我哋而家開始上堂。阿爸，我叫咗你唔好成日都喺度飲酒噶啦。你就系日日都挂住喺度买酒，如果唔系阿妈留落嚟俾我哋啲钱，我哋饭都冇得食。你唔好讲啲咁样嘅嘢啦，我要同学啊，自己一个人喺条街咁大声喺度讲粗口，知唔知道会影响校风噶吓？sorry， 我唔系有心嘅，只不过系唔系有心，唔系有心就唔会喺度做埋晒啲咁嘅嘢。下次唔好俾我捉到，知唔知道？
真係好驚啊！各位同學早晨，梁老師早晨，坐低。梁老師啊，對唔住啊，我前幾日因為比賽，所以做功課，可以幫我請假。同學啊，請問你是去哪裡比賽呢？大陸。那比賽和比賽之間，你會不會有休息的時間啊？同學，做少少功課，只不過是浪費你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，而你沒有準時交功課，就是你的錯。你明白嗎？各位同學，看著，這位就是潘同學。潘同學，你是這一班第一個沒有準時交功課的同學，亦都是這一班最後一個沒有準時交功課的同學。拿起你們本簿啊，拿高點。潘同學，看不看到每一個同學都有一本簿啊？你答我，看不看到啊？將你本功課簿抌落去那裡。我話抌啊！你自己打開本功課簿睇下，啲同學有幾咁認真去做份功課，而你嗰啲功課咧，唔該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，同埋咧。我知道你桌球是的確有些才華的，但是在這裡等我提醒你一下，在香港以你這個年紀做全職運動員，月薪只不過是6000元，出到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，是什麼？教練咯。做教練每個月得6000元，倒不如你同我好好地讀書，入間好嘅大學，攞到張證書更加有用啦，係咪？所以佢同我收聲，唔好喊啊！入到大學慢慢喊都未遲，執翻曬地下嗰啲簿。同我逐本逐本睇下，好好反省。Sorry， 頭先黐咗少少落湯。前半生講翻呢排好多青少年人自殺嘅事件啦，咁大家有冇發覺有冇同學啲唔正常嘅精神咧？暫時都冇乜見到有自殺嘅遺書或者 bullying 嘅個案啦。嗯，非常好。我哋學校咧一直都好注重全人類嘅發展嘅。點解你冇教功課？我黐人啊！我黐人啊！你喊啊！喊啊！你繼續喊啊 ！OK 啦。我天！我媽咪過咗身，我真係好難住。呢個唔係一個藉口，你唔想放棄自己先？我諗到嘢，我冇話出，我真係乜都諗唔到。喊嚟都冇用㗎，你咪想你阿媽 proud of you 先。
想一个 challenge 咯。你记唔记得我成日同你讲咩噶？唔到书真系冤枉钱啊！攞钱到就乜都做唔到啊！咁咪咁样喊，会唔会有大学位啊？会唔会觉得令到你屋企人觉得你有用啊？咁同我收埋啲眼泪，听日交功课俾我。老师，同埋老师。OK 啊，冇问题。有冇运动啊？家姐啊，我同过你讲几多次啊 ？YouTuber 都份工嚟噶。我唔见你有做啲乜嘢，钱喺边度赚翻嚟咧？你唔好成日都以为呢个世界就系得嗰啲咩老师啊、医生啊、律师嗰啲工先至要出人头地噶。我呢啲叫做实际，唔系好似你咁啊，乜都做唔到。真系做得好好咩？你啲学生有事啊，你知咩？知，佢哋一个二个大个咗之后，唔好似你咁啦，乜都做唔到。喂，你唔好咁过分喎、啊。我唔同你讲啦，我而家要翻，因为我有成头家要养啊！你啲学生有事啊，你就知死！我不知道大家收到呢个消息未啦，但系琴晚 5C 嘅潘月同佢屋企嘅天台度跳楼自杀。阿梁老师，佢系你个班噶，先唔讲点样去自杀先，但系佢呢排有冇啲好怪嘅行为举止啊？我前几日先开会叫你哋要留意一下学生嘅行为举止，有咩唔正常嘅就 report 翻俾我听。你而家几日之后就搞啲咁嘅事出嚟，而家点算啊？点同啲家长交代啊？学校嘅声誉点算啊？你话你而家点算啊？
啦，點解啦？你啱啱先認真得啦，點解先？有冇手機先？无前途。